说你在队里最喜欢的三个人，不分前后。张馨元一起过爽。你再起哄，我把你讨厌的人说出来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优点，很钝，迟钝。哦，五这个，哇。我也不知道。好了，公布答案吧，大家快快快！其实你对了超多的，对你对超多的，因为我很了解你们啊。来说说吧，快说说。啊，唱歌好谁写的？不会是你吧？真不是我写的，我写的。你写的？这么表面吗？谢谢大家，我会把这个。我是谁写的？是不是？是谁啊？是谁啊？是我写的。